顾远辰，怎么还没到你啊？不是说你是男主吗？快了，快了，马上就到。哦。 我做的腰酸背疼啊！顾远辰，不是说你是男主角吗？我怎么一个镜头都没看到？燕林啊，你可能睡着了。睡着了？嗯，怎么可能？季姐啊，你看到了吗？连个影都没看着。我看见了。啊？你看到了？是啊。 最后一场戏，那几个背影，就是顾远辰啊。对，这你都能看出来。男主角比顾远辰高，当然能看出来。你哪只眼睛看出他比我高了？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。你那双眼睛也没什么用，挖了得了。